六根都摄六根，那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达到，真的是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达到。那这是速法身一事成就的。那对于自己的因缘，就是要去拆解这个东西，就像刚刚讲到，你就整理你的资料库，自我的这块资料库。那这资料库里面，你有很多不足的，很多过火的，过于不及。像这一些呢，要去平衡它，平衡它，看到因果。人家讲三世因果啊，就是这样子去把它做一些整理跟平，就是怎么讲，把它圆满了，就自己的这一块，这三世可以办得到。现前现前的这些可以办得到。那真正要圆满所有这没有现前的部分，还有很多要智慧开展出来，自己完全的智慧如佛，那就是要历时很长。本基金会现阶段积极推动之会务为佛学讲座、念佛共修、禅修教导与实践身心灵健康教育，与辅导老病及临终关怀。另本会备有印可法师讲经弘法等课程之 DVD 光碟片及法宝免费结缘，联络电话04-2242-2002。